好，你今天要做哪张题目呢？给大家看一下，是几呀？十四减几等于六。十四减几等于六？好，你先排十，照它上面的排，十个一是不是？这边四，然后呢？一个四，然后十个一是不是？八。就全部啊。八九十，它这边有十一颗啊。你确定十一颗？这边有十一颗、啊。好好碰碰看，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五，好。然后呢，减几等于六？减几等于六？十四减几等于六？你知道吗？要拿走几颗？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哦，所以十四减八等于六。十四减八等于六。好，下一题。下一题是什么题目？下一题是。在那里啊，你放在那边啊，这边。哦，这题。十六减几等于十二。十六减几等于十二，好。那先放十六。十，它是十跟五，还有四个一哦。十还有。欸、哦哦，妈妈。十还有六个一。我们就照它的摆题目。十还有。你可以躺着啊。他说要站着。十，还有你照题目，题目说怎么摆？十几啊？躺着就好了啦。这边人人。十六。十六点几等于？等于几？题目是几？十。十六减几等于十啊？二。哦，十二啊。二好轻哦。十六减几等于十二，你会算吗？是吗？十六减四等于十二。哦，好。